질문 시작하겠습니다. 现在开始提问题啦。OK。읽고답해주시면돼요。이름名字。이름은하니입니다하니나이年龄24岁。EXID 에서맡은역할은在 EXID 里担任的角色是什么？그뭐라고하지叫什么来着？아뭐평균평균나이를맡고있습니다。平均年龄担当。멤버들이붙어준별명중마음에드는것인형觉得爱称是什么？是娃娃。어렸을때꿈은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대변인。是法辩人。가장좋아하는음식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웬만하면짠건다좋아하는데最喜欢咸的。고기를좋아합니다고기最喜欢肉。어제먹은음식昨天吃过的食物是什么？피자랑披萨。和拉面。지금막생각난음식现在突然想起来的食物是什么？커피먹고싶어요想喝咖啡。제일잘하는요리는最擅长的料理是什么？라면볶기炒拉面，咸咸的那种。멤버들이좋아합니다队员很喜欢。가장좋아하는색은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초록색파란색绿色、蓝色。그럼파란초록계열을좋아해요蓝色和绿色那方面都很喜欢본인과어울리는색은和本人最符合的颜色是什么橘黄色많이즐겨입는옷스타일은最喜欢穿的衣服的风格是什么무난한색을좋아하는데무난한스타일을좋아하는데喜欢很休闲的感觉체크무늬랑有条纹的那种花纹的那种멜빵을좋아합니다和短款那种衣服한번도전해보고싶은스타일은想挑战的风格是什么단발短头发추천해주고싶은한국음식은想推荐的韩国料理是什么炒大肠추천해주고싶은한국명소想推荐的韩国景点是什么지리산종주를추천합니다종주的有一座山非常推荐大家去们去드라마도전할생각이있나요想挑战连续剧吗연기는조금자신이없어서对于演技有一点没有信心저희막내가 무대의상중뒤에숫자24가찍힌옷이있는데코비브라이언트를좋아해서입었는지아니면다른의미있어요这次服装的背后有一个24的数字是因为喜欢科比才这样穿的吗还是有其他的意义呢솔정이등번호는12고제등번호는24예요그게저희가12월24일에이제그과일메롤과일음악차트에서1위를했거든요그래서그걸기념해서등번호를새겨봤습니다是那是因为帅智姐姐背后是12我的背后是24然后是我们上下歌曲发行得第一的那天12月24号所以今年这个才这么穿的중국에서유학을했다고들었는데중국어능력이어떤지중국어한마디해주세요제가중국에저는18살때중국에잠깐있었고요在中国留学过中文怎么样呢我12岁的时候在中国待过그리고18살때16岁的时候18살그리고어디있었어요중국아중국가요 在中国그리고그리고상해에있었습니다在上海그리고중국어는많이까먹었고요그래도노력을해보자면 中文已经忘了很多但是也会努力的给大家展示大家好我是하니안시엔多少钱你们请你们多多听我们的歌曲多多爱 EXID 谢谢한국어로한번해주세요
저희 노래 많이 많이 들어주시고요. 또 EXID 많이 많이 사랑해 주세요. 行，希望大家多多喜爱我们 ESID， 多多听我们的歌曲。나머지네명멤버를동물로표현한다면뭘까요？剩下其他四名成员用动物来形容的话是什么呢？일단솔지언니는수달。首先，率智姐姐是水獭。엘리언니는여우。艾丽姐姐是狐狸。혜린이는하마。慧琳是河马。애기하마。河马宝宝。정화는너구리。정화是。보노보노에나오는더블이야아아是这个小浣熊언제쯤중국에서팬미팅이나콘서트를할지궁금합니다什么时候在中国会开演唱会或者是粉丝见面会呢저희도빨리중국팬분들을만나뵙고싶고요想非常非常想和中国粉丝见面열심히준비해서멋진모습보여드리겠습니다会很努力的练习给大家非常帅气的舞台앞으로도많이많이응원해주세요감사합니다以后都多多支持我们 ESID 谢谢大家